孙馆长，啊，忙着呢。哎，你看见周八了吗？周八在他的办公室呢。好，那你们忙着。 这就是夹到里头的最后一味药。 王老板他们顺利得到药剂的同时，张海峰也冒险和三号楼的小猫见了面。因为这种解药是虎狼之药，如何用这种药救小芳，只有当面求助小猫同志。 张处长，你们先聊着。小猫同志，我需要你的帮忙。好。张海峰得到的消息不是很乐观。这种药是虎狼之药。 尤其针对一个儿童的治疗极其危险，药的剂量是关键。张海峰决定冒险在自己身上先试药。莫卓兄弟，有必要你自己试吗？太危险了。
我必须要这么做。第一，我只有继续给小芳治病，才能有机会打通我们最后的逃生通道。第二，我想用这种试剂做一次人体临床，如果成功，不但小芳可以获救，我们也找到了希望，因为还有成千上万的生命受到威胁，受到灰衣社的威胁。只要他成功，我就有理由付出我生命当中所有的代价，把小毛同志救出去。王大夫，人给你带来了。张副处长。王大夫，你第二次开的药方药已经配好了。配好了？对，你看看有没有问题。才能确认送来的中药里还有你那只试剂瓶子里面的药水。这很简单，中药中掺有这种药水，会呈淡黄色，有辛辣刺鼻的味道。这种药水抹在皮肤上，会有轻微的黄晕。会有副作用。将药水稀释1000倍，根据成年人的体重和身体状况，每次5毫升，逐渐递加，直至极限。但是，这样的试验极其危险。我准备一下，然后我把宋馆长叫过来。
必须要通知宋馆长。小芳毕竟是他的女儿。小雨，你还是再想想，张副处长也说了，试药是有危险的，要不我找个犯人来试吧。不行，犯人不懂医术，而且对小芳的病也不了解，只有我最合适。可是小雨，孙叔叔，我是医生，你就听我的吧。那我们开始吧。张副处长，施瑶第一次吸食试剂应该是10毫升吧？不，5毫升。
身体的反应。视线模糊，四肢麻木。张海峰，张海峰，张海峰，你醒醒，张海峰，张海峰，你说话。小雨，怎么了？没呼吸了。啊！拿走。小雨，小雨，小雨，没有希望了，不行了，小雨，小雨，小雨，没希望了。小雨，看看，你看，小雨，看，看，
我女儿的解药的配方。你说什么？你女儿解药的配方？李生金的失踪是灰衣社这个情报组织自成立以来遭受的最大打击。司徒辉发出指令进行地毯式搜索，必须找出敢于挑战灰衣社的势力。不过老奸巨猾的孙德亮早已处理干净一切蛛丝马迹，灰衣社的搜寻只能是徒劳无功。醒了，醒了，醒了。咦，进去吧。张叔叔好。小芳好。回来了？我回来了。张副署长，你怎么样？身体没事吧？我没事，那就好。张副处长，非常感谢你对小芳的关爱，你对小女做的一切，德亮将铭记在心。不用客气，孙馆长，现在可以开始了吗？可以了，按照你的吩咐，我们都准备好了。一会儿你做治疗的时候，保证不会有人来打扰。小雨，咱们出去吧。小玉，这儿就交给你了。张叔叔。
方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张叔叔。好，坐起来。张叔叔，小芳醒了。张叔叔，你是不是很累呀？叔叔不累。小芳感觉怎么样？小芳刚刚做了一场梦，身上哪都不疼了。小芳很坚强。说感觉很好，应该是有疗效。我该回去了。等等。
先歇一会儿，我给你泡了杯参茶。姐姐，小芳，你也累了吧？先睡一会儿，好吧？小芳不困，小芳要玩。你想玩什么？小芳要玩跳绳。跳绳？姐姐，你看。小芳，这是哪儿来的？这是张叔叔送给我的。我第一次来这边的时候，张叔叔一直跟我玩这个。